对，让它下去。看啊！我靠，刚才那木工害怕要着我嘞！不是他唬小狗了，给我逮光了。要单把它放出来没事我拿下布，它出来了。小嘴，这都不能。嗯，这头半不能。那屋里还有俩是吧？对，没问题。你必须得叫木狗收了收了呀！这家伙吓得你就出汗了。不是我发腰，我还发腰呢。腰。这小心点。哎呀，这你露个馅。啊，这是小木狗。哎，这是小木狗。嗯。嗯，兜里一条木，一兜里一条木哈。嗯。哎呀，费劲用了，得趁了。你那里头还不是挺热的嘞，我今儿冲。哎，别掉了啊！我不光看了，快二十天了是吧？29、30、29、30、31啊？我也忘了。29、31，这不都今儿20号了？嗯，快，我快到取种了。嗯。20天了。差不多我把这，差不多我把扔盆上了。呀，热的不行。这说别给急死了，都是那家你那水不凉还好点，水不凉我没在歇会。嗯，这爬的还不利索了。姜辉站起来。太胖了，记不住。那不能。啊。完了。嗯。没一个浪着。啊。嗯。我那屋还有出了两个人，一个没有。对。上咱那热，这几天热的都受不了。20天了，都差不多20天了。嗯。热，你看热的，哈哈哈哈哈。行。这个木，这俩这个没这个挡，这个木啊。等等，啊对，这个是木。嗯。我这还有俩锅。对，我把那个弄过来，他还不愿意。那肯定，你都拿出来之后，他都不愿意。这你现在听那说，那狗都蹦了，不行。我把那个给蹬了去。那换完，给他换完。把那木搁进去。这是木。啊。你带着个手枪手。大家好，我金阳。我这个哥们儿啊，这个罗维纳生了是5只，4公1母。刚才本想是让他们那啥，让他们这个5条小狗啊一同时出来，没想到这个母狗出来了，母性特别好，护小狗，差点没咬着我，这不是我哥们赶紧拿2只狗给他换了，先留了2只，先留了2只，抱出来3条，这样，这先拍个视频，然后又把这2只拿回去了，把那2条公给换出来，护小狗护特别厉害。吓得我现在心里还呼动呼动的，立马就那牙撕了就过来了，这呼那么厉害。我往前面搁一下，往那袋上搁一下。他知道这块凉快，还是热，你看热的跟啥似的。嗯、这5只小狗呢，我们就是打算到时候拉到我们犬舍，有粉丝要的，到2个月的时候我们抱回去，再让想那个他们想要的挑选一下。对他们就已经。老是催我就找这个罗维纳，帮他们选一下，正好这有4公1母，都不错。嗯，这俩又出来，这俩，哎呀，看真的是都，哎呀，你也热的，后来你给他往那。这省得家喷水哦，我给洗的，小狗要啊，给小狗洗澡了，对，我头没洗，哦，光洗身上，对，头洗几澡了，嗯，这一件事是我还没有到，还没有这个，我先整理出来，对，还有点混光了，还没，对，看不见人，看那我估计刚看见人，你看那厕所那儿，嗯，厕所不那儿，哦，反正现在看不到。我叫大药坑，我操！我说狗不挠我，这不是他，这不是啥我拍的人儿，他脚都他个啥，我狗这个最长了，你拍不了。嗯，对，差不多，只能说短，不能多长。嗯，非要着急先看一下，看一下我说那来拍拍吧，反正叫你交代出去了。嗯，对。
这三窝给我称两窝不？称。不是，这称了我都后腿背儿。哎家伙，关键你太忙，老是找不过了。我昨天没晚回来、啊。这不是赶紧、啊，稍微的就是让小狗展示了一下，然后赶紧给它送过去。这母狗不乐意啊，刚才一直在这扑笼子，在这叫唤，不乐意，送过去。本打算是出了满月再给大家展示呢，因为这一段时间预定的，非得要看这小狗长势怎么样。这不是正好路过这儿，就来拍一下。嗯，今天是去发那个谁去了？踏雪去了。嗯，回来正好路过，回来拐他这一下，赶紧把小狗近期的状况给这个看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是四个公一个母，这是五只。我是两腿已经那啥了，发麻了。我靠，就差那么远就扑到你了。就那样，正好是我站着没动的情况下，我这哥们儿过来，拿着撵他了一撵，也挺听话，直接就跑了。